广的。现在是甲辰年绕境结束的当下，咸丰行脚的篇章啊写完了。今年啊真的是很刻骨铭心的一年啊，当中的故事啊比以往精彩，准备好一起回顾了吗？看下去吧。新年啊，廖敬进乡，大家嘛，今天要起驾啦，啊，未到十点哦，人山人海啦。今年有啥物故事咧等待咧？期待哦。奉命大家嘛，地主先锋，兵过骑马。2023，横跨2024啊，象征性。今年有任务啊，承蒙官方的信任啊，北漳今年啊会用不同以往的拍摄方式啊，记录大甲妈祖给大家看。热闹非凡啊，无法度啊，起码起码，早上10:40啊，起码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哇，恁比阮较早，恁有够早。水尾桥刚出发，心情都是愉悦的。回来哦，走到这边会很感伤哦。哇，您这炸的好不安呢？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哦，感谢你，有啊，谢谢，有了有了，谢谢你嘿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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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我好几年前就拿过了呢，真的真的，拿了买来好几年了。这样哇，感谢你们的付出啊！大甲溪桥也是放百万烟火的地方啊，今年哦妈祖真慈悲，阴天啊，凉风徐徐的，哇，刚出发这个天气哦，有够好行。啊！你看恁家安尼啦，你看恁家拢共遐早行啦，安尼敢对？哇！沿路发小馒头啊，爱客爱共客，这是哎，哎、欸，这是几分？这几分？这几分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好，谢谢，还有还有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谢谢，有了，感谢你啊、哦，感谢你们的付出。大热天，大家辛苦了。谢谢，感谢你啊。哎，第一间公庙到了，清水慈云宫啊。第一间公庙哦，一定要示范一下哦。新手，咱家进香旗立标，别安那参拜啊。走啊。添油箱，盖官房。绑符令，跟神尊禀告，奉命朱文江观世音菩萨合掌文武相尊，地主神风在此跟随大家定南宫天上圣庙南巡香卡回到处处，伫那个各位众圣尊请安问候，而且祝地主灵气多，地主炸回家中，庇佑地主一家大小平安顺遂，身体健康，地主扣下圣恩。绕炉三圈，这就是参拜流程啦，每年都要展示一次啊。这家啦，这赞助的啦，这赞助爱讲。爱讲重的。哦，爱啦，爱啦，爱啦。先锋的那个影片里面哦，常常出现的角色啊，犀牛哥。开走吃播第一集，香露名摊，但慈云宫的肚底啊，环岛馒头啊。松软绵密，来这个葡萄干，甜甜的感觉。重点是啊，满满的人情味、啊。你很忙呢，你很忙啊。皮肤啊，很棒，就是等一下。
20分钟。二十分钟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当然不行。不是，这只有今年半而已。只有今年半。问大家嘛，伊是班的。哦。啊，所以我唔才去博会、嗯。啊，因为规嘛，人家讲伊是学霸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去博会，有完我唔才加班，把他的心打开了。然后什么是根本？心就是根本。对。班婆姐姐，假成年，唔是跟他做班婆娘，他有另外一个身份，神哥啦。班婆姐姐去年讲了。一起携手让爱飞扬耶！啊，阿安德特别的哈，所以先锋就先不用等到一点，现在就拍谁啦？有特权啦！说文，对，赶紧下，说文，好，赶紧下哈！真的是文武九鼎功哦，请跟我念哈，感谢天公。感谢天公，感谢大家妈，感谢大家妈，超长消灾解厄，解冤种，解冤结，解了多生怨和业。来，请坐下。关门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只有我。很多的梦想是没有了解的话，这个梦直到这些让我看到前面的这个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这样的梦想，以后缺的就是什么东西？微笑是最好的护身，也是一个开路符。哎，解开了。开运符，安尼是开运符啊！快点速降！哎，换犀牛哥了啊！很棒！哎，来说，很棒！你刚才，你刚才觉得怎么样？哇，我觉得现在整个身心灵都清净了，然后那个心情的平静啊，我充满能量，我等一下会直接飙到新港奉天宫。立马做！万般由心啊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馒头姐姐啊，今年也升华了。用他的方式在帮助这些水乡，跟走乡路一样哦，随遇而安是一种心境，心念对了，即刻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谢谢，有了有了，谢谢老板了呀，有感谢你啊，谢谢 YouTube， 哎呀，感谢你呐，有你们真好啊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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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有了，感谢你啊，有嘿，谢谢。镇安宫金砖米粉，嘛是名摊，我们过来看玩呀。嗨，白沙屯也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去年也看到你，对不对？在大甲吗？今年继续服务。对。送500个这个杯子，然后100个留着现场一直洗，一直循环使用。所以你这个是环保哎、欸。对，送人家的，杯子要送你的啊！如果你喜欢，你就拿去，啊，不用谈。这个是我们庙里面的帮朋友带杯绝缘哦，那这是帮朋友带哦，绝版的，哎，对对，要送给你。清水超星宫官方祭品，祭典组长啦，这边都会走定。哎，谢谢你哦，台中圣武堂啊，哦，感谢您啊。谢谢，够五嘞，感谢您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吃饱了，谢谢你，吃饱，感谢，谢谢。沙鹿区到了。鹿寮福德宫好丰盛。算是第一餐正餐啦、啊，在鹿寮福德宫这边。哦，要个皮皮串，香鹿的东西哦，都特别好吃啊。筋骨酸疼，脚袂自然吼，都有专业的团队啊，自备餐具。自备餐具就对了。对，为什么要自备餐具？它不是为了环保，它是为了装比较大碗。你看，
无好难嘛，一个比一个较大哇！你看这下轻掉啦。他的纸杯的碗啊，两碗，两碗的量啊，两碗的量。你这是要去吃药膳排骨哟？抓到。沙鹿四平街玉皇宫，李玲，李玲，李玲配油条，加油条，哎，没有羊烧味，今年比，今年比较早，哎，今年比较早哈，哇，我认识几个工哦，哎。今年哦，到你了，年假了，哎，大家较早出来去用餐。哦，对哦，感谢玉皇宫的用心啦，哦，您辛苦，您辛苦，谢谢啊，感谢您。你站在这边就要拿哎，这是什么小蛋糕？桂圆蛋糕哦，桂圆蛋糕啦。今年第一次哦，今年第一次啊，对，第一次来。感谢你们的付出。玉皇宫的豆浆很有名哦，阿金妈，玉皇宫这边也有这个、哦、冰火菠萝油啊，已经服务几多年了？咱服务几年啊？五年啊，五年啊，五六千分的，五六千分啊，看起来就做好吃的，你看你甲看。偷坐车？你是想？没有。拉远了。前面等我啊！你看这位小师兄，结缘的，感谢你。谢谢，感谢吃饱，吃饱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接下来是香鹿好汉坡。你看一个一个面相拢无介好看。走这一段路，大家变得沉默不语。是安那？因都穿袂起来。这位嘛是一期一会输这啦。从先锋走香鹿开始。每次要来到青山宫，这位师姐都是胆家话发生过。青山宫，福兴社区环保志工队点心站，啊，这边搁青山宫的点心站，两站拢盖大站。哦，好甜哦。欸、这个芭乐茶才特殊咧，伊迄不是白色的一种芭乐汁咧，可是那喝起来就是白色的芭乐汁哎。是啊。对啊。你身为那么小的随箱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压力会不会很大？没有空。会有压力。谢谢你们，感谢，谢谢。哇，咖啡机耶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吃饱了，谢谢你们啦。哇，沙鹿保安宫成长起来啊，舞台林立哦，点心站也很多。哦，沙鹿城隍庙，台湾大昂短帅先摆上。有有有有有，赞赞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感谢您啊，感谢吃饱，够嘞，谢谢啊。你好。大甲镇南宫严董事长的家，哇，丰盛丰盛！晚上啦，晚上啦，照明很重要哦。龙井，谢谢，吃饱了，感谢你们。桂圆红豆紫米粥，哇，谢谢，感谢。哎、欸，谢谢购物嘞，感谢啊！你看那妈泡水的冰来水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吃饱。妈祖请来啊，哇，谢谢，感谢你啊！妈祖请来一定要提一个，每年的好朋友啊，阿婆没茶铺啊，今年的人好像多很多、哦。在几路上哦，到今嘛时间无讲介晚，九点，整个路上都是人。哇，你们好棒哦！我送你们礼物好不好？啊？好，我再给你一个，来，多大、欸？
哎呀，你这个衣服好帅哦！哎、欸，真的。对啊，啊，奇怪了，这个我们身形很像，会不会我被误认为是先锋、啊？哦，有可能啊，你会被塞推车啊、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大肚万兴宫啊，早上十点半走出来，现在是晚上九点哦，来个白马这边，十点大家嘛要起驾，回去送大甲妈出城啊。一开挂，瞬间移动术，回大甲镇南宫啊！哇，赶路，回镇南宫啊！来八环加速一，四分钟八环加速一，老师们到齐没有？等一下，好，准备再来一位。飞机迄个无用，有点累。我会不会是第一个走到大渡，然后再回来送大甲妈出城的人？大甲溪桥满满都是。又要开启瞬间移动啦！回大渡，原来大甲妈的中军是这个样子，很狼告贼，绝对是先锋所参加过所有的庙会里面最多人的。回到大渡啦，大渡永和宫，现在大概凌晨三点，落雨。
鲜的，现煎的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肉业服务啊。哇，你们比较辛苦啊。高阿伯后得数啊，每年绵延很长的点心战，今年哦也是做大吧，啥咪物件拢有啊。你们要往前了吗？今妈妈叫鲤鱼团对吧？无改名啦啊，队长是他，队长是他，赞，还好刚刚雨没有下下来的，不然怎么办？我们就越游越快。正明宫大渡最后一间宫庙，接下来过大渡桥就到彰化地区了。今天注定没什么时间睡觉。红兵大家嘛，随行将军地主神风禀告落马，感谢一路庇佑。